谢谢。接近年底的时候，尤其是圣诞节哈，其实这个活动我们筹备了蛮久了，包括我们几位主办的同事还特地到香港，当时就是希望能够从国外能够看一些好的，观摩一些好的特展。那我们决定把这个跟迪士尼来合作，来把这个全台独家的特展能够在台湾我们最棒的这个环境能够把它呈现出来。那也借由这个Tomica的这些商品，丽英国际也投入了一些资源，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子的棒的环境呢，能够也刚好今年呢是米奇的90年生日，在这么有纪念性的这个时间这个季节里面呢，希望借由这样子的环境把它呈现出来。一楼也有一个无人商店，是我们这个玩具总动员的这个主题呢，在一楼的中庭的广场。希望今天的这个活动呢，能让全家大小，让这些喜欢收集Tomica迪士尼小车的这些顾客们，能够有机会在这边一次的把它收集起来。那同时也有很多这种经典的款式是全台独家呈现。那希望这个活动能够一切顺利，也希望在圣诞节的这个前后呢，各位能够开心健康。谢谢大家。年纪念款货柜收纳车。那其实你们可以看到，其实里面可以收纳很多经典的迪士尼小汽车，等于说疯狂的小汽车迷都可以买这个回去，然后放在柜子里面收纳的话，其实都是非常美观的。另外这个里面还加赠了一台等比的缩小版的货柜收纳车，然后这台的话其实它本身也是可以收纳小汽车，另外它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再放在这台货柜收纳车里面，等于说它可以扩增它的汽车收纳数。那画面的话，这边这个是我们日本经典的10周年纪念书款，里面的话除了有我们一台神秘的小汽车之外，还有一款这一本哦，是非常非常的可爱，也是属于在我们全台独家在南纺购物中心才买得到的一个纪念小书，也是在我们这一次特展呢，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呈现来做一个贩售。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带回去呢，就是让小朋友都很开心，他收藏的也会很可爱，像一本小书一样。那这款目前是只有在台南南纺才买得到，其实全台就只有这里才有，而且它是只有会场消费满3000才可以用599加价购的商品。是非常的限量哦。要到那条枝能放在，来，不要碰，不要碰，不要碰。
来，敌人来攻击。OK， 继续。好，时间到了，要开，放开水池里，全部放下。等一下。